了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就看到了。平时我也不大留意新闻。其实没有什么吧，就是工作，就是工作嘛。而且我觉得，男生也是很孝顺，然后他的人品也是非常好的。就是关于外面是怎么做，怎么说，怎么去报道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娱乐圈的，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最关键是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就好。